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 OK， 现在我们要接悬赏单的时候，我们接到一个通缉犯，走火入魔的江湖。油尽抢吗？哎呀，太可疑了！哎，哦，一点都大意不得。哎呀，太大了！轮到这家伙了吗？哎呀，看我呢！太大了！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量。哎呀，太大意了。嘿，有机可乘，你教我。一点多大意不得，瞧你破绽百出吧。哇，没闪过，那血蛮厚的。接招嘛！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量。接招嘛！轮到这家伙了吗？没闪过。嘿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有机可乘。太大了，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破，哈，越，哎呀，太大了，横毒，越越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，一点都大意不得，哼，轮到这家伙了吗？可恶，看我呢，没闪过。有机可乘，真是好烂哦！没闪过，不会补血还不错啊！没闪过，连段超过100段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好，就是那个称号。没闪过，轮到这家伙了吗？瞧你破绽百出的，一点多大意不得。哎呀，太大了！不小心达成100段了，打败14地痞流氓。哦，那个成效大家可能看不到了。优质软木，那个因为在石定的成就有一个是连击100段的话就有一个称号，我再截图给大家看好了。好，我们到一个制药铺的一个人有一个对话，点点手工艺。我记得这个好像要把哪一个八卦要满，可是我没有出现对话，奇怪。可能还不是时候吧。啊，这是制药的。没东西，
空烂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走吧。真的没东西啊。贴着脸。棍长枪要买吗？晚点再买。还有两个容器，好，我再找一下那两个容器。那我们用这个因为是快速到达某个地方哦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哦，要选这边哦，节省时间啦。OK， 哦，终于把那个酒坛全部打碎了。八卦锤子。好，我们先去那个那个叫什么开封的，好，走吧。洛阳燕菜，好，走，先回开封。龙井茶，
我看应该还是不够啊。有了，好，走吧。先去，先去找噪声啊！他到底是噪声还是噪坤呢？这也是用棋谱吧？优质软水，软水到底干嘛的？雪花球，好，终于可以回小溪村了。给五牛土吗？就是他，给他会有用吗？破军枪。好，先这样吧。我想去，去不了。我想读堂了，我想鼓掌，各位，我想鼓掌。好，各位，我们重新来。哇，还真的有道具耶，干！好，这边快转。
才疏风，你上贼我也解镖酒，埋伏伤害我开伏镖酒，还不快将方案过程充实下来。你这狗官，别人随便污蔑说我是山贼你就抓我，哼，那要是有人说我是你爹，那也应该叫什么大刁民，到这张头还敢嘴硬。你和开封镖局人马一同运镖，如今他们全都不知去向，就是你一人好好的站在这。前几天你还先进酒商家中试图行凶，可是许多人都亲眼见到，还敢说我是山贼同伙。哎，你说我和山贼合谋把酒劫走，那也要酒才行啊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你就要问问水井坊张老板了。大人，小的听不懂他说什么。这张全新不去唱戏曲，还真是埋没他了。大人，你把这严肃的工厂当什么了？回大人，我们当初运送根本就不是酒，而是张全新走私草药。开封镖局的人是因为发现真相，才会被杀了灭口。胡说，他一介商人怎么有办法一口气把数十名会武功的镖师全害了啊？大人说的是啊，我就是跟老天爷借挡也不敢走私，那一面都是货真价实的西域酒啊，你要是不信尽管派人去调查就可知道小了。所以不假呀，没错，才说风，你口口声声说张玄清走私货物，那走私之物如今又在何处？我这不是叫调查就被你抓起来了吗？这些当哥证据可能被张玄清给灭了，恨口无凭就想污蔑他人，看来你是不见光彩不掉泪，本官就让你心服口服。来人啊，传朕了。无良，这曹兵无良参见大人。免礼，无良，你说说，那天你在山上看见了什么？是前几日曹兵外出采药，走着，无意间来到羊齿坡上，远远看见一行镖队正在山崖边休息。突然，一群山贼冲上来，把我们团团围住，两方激烈打了起来。不久后，那镖队部的人不知为何一个个瘫软倒下去。曹兵丢下石头，口喊许久，吓给我吓死了。那么无良，你可否认得眼前这个人？你就是此人大人，这个人我记得很清楚。表队休息时，就是这个人负责煮茶给大家喝。我因为口渴，正想上去讨一杯，没想到山贼就攻过来。这个人一个转头，竟然跟山贼一起杀害镖局的人。怎么看来，一定是他在那茶下了害人的东西。那我买通此人，估计说明应该是发生在羊石坡。由此骑马前去，当真就会花了两三天。等他人求证活了，我找人头落地，还真是会算计。哈哈哈，简直一派胡言！人人都知道羊石坡地势险峻，山贼又多，你一个采药的，怎么会跑到那个地方去？我那天早上到没人采过药的地方，不小心走远，才经过那里。你住开封，是又怎样？如此想来，此人证言之中有一点不太合理，那就是应该第二个吧。你说那天早上不小心走远就上了羊石坡，那里离开封起码也要两天的路程。你一个早上还真不小心跑那么远啊，想必你脚程能天生神力，要不要当场秀给大家瞧瞧？这我也不知道。我看你这只说张全兴跟你有多少，好那么见者有份，5000两还是10000两？不会那么少吧，张全兴就算他小气，这贿赂的钱一定不会舍不得的。这家伙果真不简单，马上就是抓把柄，我倒要看开封府尹还怎么装傻。师傅姐，仁正，你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。在朔风因财起义，与山贼合谋夺取镖物，杀害开封镖局48旅，经本府调查，此案罪证确凿，犯人毫无悔意，罪孽深重，本府宣判斩立决。来人，立即押入大牢，明日处斩。那他身是怎样啊？
你叫无良是吧？这名字取得真好，无良无良，但真没良心的紧。我会叫人哦。好啦，这集到这边结束好了，有点长。好啦，喜欢频道或频道，左下方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喽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